所以就看到同事的正常水平。我不会说，哎呀，你比我好，好好好，我好，我付出一下，那个我也可以。他就说是很凶打我，可是你跟他谈话很对呀、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后来他们为什么你这样子？所以我这边打不进来。哦，他们打。那个人呢？对对对，我打到啊，他打到我这边就打到了。对对对。所以他变成这边他没有机会，而且对我攻击。哦。然后有一个片段，我就讲，扯到我，他很好奇为什么我都没事。对，真的很捶自己是吧？一方面的话也是觉得啊，我捶到老师不好意思，我捶自己讲话，对，然后呢一边呢，他就明明打我，好像没事，他就觉得对对对，那奇怪，很重啊，那个车子，对对，很可爱。他跟讲到了，他肯定了，听了啊，所以现在还很好。那其实他四年前。然后就可能就国语没有跟他太多讲，那这几个人就靠讲。哦，他这个也很厉害，那你们打？那不是动作，那个之右的一流，然后清大之后又长庚，哎，不是师妹。你不要洗面。嗯。这么喜欢拿住呢，死状态。哎呀，不要抓掉啊。